会突然有一阵一阵下来。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好了。时光一。好热啊！这是我出生到现在以来最热的一年吧，所以要干嘛？玩水。今天又来玩水了。今天去一个瀑布，很高的瀑布，大概有六七十米，一般人其实都到得了，穿个溯溪鞋，看好天气就可以到。中间有许多小小的深潭，蛮适合玩水的，只要不是连续性大雨以后都可以到。哒啦，有没有觉得既视感很重啊？大概前几个礼拜我们也才刚来茂林，更不用说我们已经来茂林这半年好多次了，而且拍了好多片，欧布诺火记得吗？对，两年前，还有新开的月纳露营区，没错，还有多纳一线天，没错，我们这边真的是玩水玩不完，玩水圣地啊！我们今天去的地方好像也很好玩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出发吧，赶快去。降温，后面很好拍照发动态，我帮你发一个，要不要？好，好，走。现在要离开高吊桥这个点，去下一个停车点——梅雅谷瀑布的入口——涵洞瀑布。嗯，低调的入口。走吧，接什么梗？哎，是不是很有既视感啊？我们上次在这边溪降哦，这里是涵洞瀑布的旁边有一个停车的腹地，今天要跟涵洞不舍得说再见，因为我们要去更漂亮的地方吗？那我们就从公厕旁边的路下去溪谷里面，看到这边要坚持一下，我们要开始了，一开始就要坚持一下，走。这是涵洞瀑布，一大早就有很多人来玩。啊，是我们就在这里玩。我们去更漂亮的地方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没有人的风景，对不对？对。走喽，从这个草丛走进去。被割到了。那个手机啊，走一分钟就到崩壁了，这 OK 啊？走这边比较快啊，也有人直接下切下去，会提早碰到水，但要走久一点，这边比较快。你小心欸，太强了吧！一只手拿枪，接下来前面那个滑滑的感觉，右边右边走右边，他右边。走慢一点啊，你要感觉要滑下去。那就说一些有点平了。哦，金米你不要怕。还行吗？很滑，那个湿湿的哦，很平滑的岩壁就不要踩了。对对，直接踏这里，踏下面。我以前是走下面那里的，这一条。以前就可以 U 绕的。哎 ，U 绕了。高手的境界就是这样。其实路基很明显呢、啊，这里在风灾以前其实是观光景点，所以都有路，只是后来瘫了，荒废了。今天的地方梅雅谷瀑布还算简单啊，不是一个很难的行程，但至少要带着溯溪鞋，也要看好天气哦。前几天都没有很大的雨，就是稳定的午后小小雷阵雨而已。今天的预报呢，也是午后雷阵雨，大概3到4毫米，算小啦，不会到危险。这简单的地方呢，就是要约朋友出来玩。今天约的都是我们频道会员社群里的朋友哦，其实也很临时决定啊，看这个路，以前铺过的。这是以前的桥，还很完好哦。Hello， 以前的步道还会坐椅子哎，让你走到桥休息一下。而且它是一个屁股的形状。离开桥继续走。你看这站着这么这么板路。对啊，哎、欸，那个潭不错哎、欸，说不定我们今天的终点就在那了。超没有上进心的，这里有点裸露感哦，走路要小心。
脚一直被刮，到这边就有岩石可以下去，还可以继续走。OK， 来吧。走过了裸露的地方，我们要沿着这个轮子下去喽。哇哦！手再扶一下，就不会滑了。OK， 看到水了，往上走。机床其实蛮大的，因为走在这个没有水的地方，也可以走在有水的地方。大概20分钟，水路比较凉，但是会慢一点，陆路比较快。来选择一下，都有人叠石头。老板娘已经开高速公路了。老板娘，看不到你了。哇，看到了，好漂亮哦！哇，好大一个瀑布，看到这个水量蛮开心的，因为美雅谷如果水太多会有点恐怖，会有压力，这个水量应该是很适合放心的玩，水很清，还是要小心哦，刚刚 Amber 滑倒了。还好吗？还好。 OK， 还 OK， 一步一步接近中，后面就要碰水啦。耶、到了！啊，可以玩水，可以下去游一下了。不错不错，很高哦。表达什么？我想要表达，虽然很热，但是很快就到了没有人的风哎，老板娘都要上去看看。他找到一个唯一有树荫的地方，遮蔽的地方，那边很浅啊，会掉下去不是好事情。天气热啊。疼人呢，疼人呢！啊，埋进去啦！他说要示范，等一下封面要怎么拍？封面示范。这样。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上次问 Alan 一个问题，说为什么你们都不会怕冷啊？为什么只有我的影片都，我的画面都在叫 ？Alan 就说没有，是你比较会表达。我们比较会忍耐。我要来喽。还有个屯园 SPA， 到这边我都还有气血啦，这边冷的，我的心情真的哇 ！SPA 在后面，还没到，好痛，真的好痛，因为啊，突然了吧？他会突然有一阵一阵下来，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好了，我可以泡泡水就好了。哦，电路电路。天然的雄鹤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再一次机会，哇！吓我一跳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哇！自己心里有点压力，还忽大忽小的。一二三，
下去，直接泡下去就不会冷了。好冷哦！是夏天吗？是山上的水真的很凉。喂，你看是不是你比较会表达？我表达很多。日光浴。麻烦给我来一杯 cocktail。Thank you。刚是什么 ？cocktail。鸡尾酒。我找找看有没有办法调，用溪水调可以。这边有些草，看有没有薄荷叶的。好像可以。人离开，垃圾带走，美景留下。Let's go。哪来的 slogan？好啦，波波拜拜。我们要沿路下去找有没有干净的深潭玩，大概要走20分钟才会有。刚刚目测，其实主流的水是比较干净啊，这里的水比较浊。我们走回刚刚裸露的路基，现在往左边去看看有没有深潭。我们绕了一下，找到一个小水潭，刚刚那个扶手的下面一点，我们要绕一下。哦哦，降温，舒服。解放一下！哇哦，小小的地方，舒服啦，感觉水很清哎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下去玩水喽！我要介绍我们今天男子团体，感觉怎么样？很帅啊，走到哪里都很有气势，真的，大家颜值都救急消暑，唱首歌吧。好久没唱歌了。快来一张冷水澡，冲去所有的烦恼。好了，你是韩式的运镜哦。Amber 说要当一下断水流大师姐。哦，哇，哎，那个声音整个不一样哎，哇，一躲卡车哦。哦。韩式运气，这里是刚刚走过的桥的下面，找到一个潭水，不错玩哎。看起来只是这里要小心行走。哇，无边际泳池，鲑鱼，鲑鱼上身。我们到这里哈，你蹲点蹲很久，准备上切回去啦。今天探了梅雅谷瀑布，然后下面一个深潭，还有桥下的一个小瀑布深潭，回去了。走回来最后一段路，你看到我们的车，好，那边涵洞瀑布好多车哦，还有小巴游览车。回头看梅雅溪下面有一条长潭，蛮长的。不知道深不深的，蛮长的。刚刚大家走了不同路线，但是因为我一个地方一直上不去，所以我就是放弃之后又高绕回来，所以现在应该是我落后，但是已经落后了10几20分钟，怎么都没有人想到我呢？这是一个频道男主放生女主的故事。该不会回去车子都走了吧？刚刚是不是放飞自我，忘记我了啊？没有，没有忘记你啦。我们走分不同的两条路线先走，是让 Amber 先回来，然后我们再去探最后一个瀑布。只是没想到 Amber 上切的路线不是很顺利，所以导致后来我们回到停车点，他还没回来这样子。所以我回去就是会榴莲、算盘、键盘、纸板啊，还有上次宝哥说庙里面那是什么鸡球吧，还是什么刺球？哦，刺球。都可以啦，吃的东西都拿来跪了，好不好？它的路不会让你走得很舒服，对一般人来说。今天也看到有两队很一般的民众也是可以的、哦。阿姨叔叔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你想要比人家困难一点点，然后看到大型的瀑布就可以来这边，注意一下安全，看一下天气这样子。刚刚超狼狈的耶，我就是爬不上来，然后又踩空，树枝全部被我扯下来，远远看着大家很小很小的站在那个悬崖上面走回去，想说等我一下，我要来了。OK， 那喜欢。等一下，你头发这样，金色发型，要往内顺一下，漂亮哦，往旁边顺一下。大家喜欢来冒领的话，也可以安排一个月，这样一直跑，每个点都有不一样的惊喜给你们哟。还有很多地方、啊、我们都还没去。没错，来。这里有很多红铁哦。
怪怪的。这次比较快吧。